听说你们想看我画森林之王，我便开始深入研究，并尝试领悟其中的精髓。看着这双凶猛智慧的眼神，肯定向往着某种意义。经过我彻夜未眠的思考，突然思泉涌动，一丝凉意之后便有所领悟，再结合我对传统文化的独特理解，就有了这幅